我觉得脾气啊秉性啊这个可能真的一时要改掉也挺难的，会在长久的感情交融当中磨合当中慢慢的会做一些调整，但是你想彻底改掉挺难。我反而觉得你们俩中间比较重要的是女生的这个经济观。我们都知道欲望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东西，今天可能我们花的是自己信用卡上透支的钱，未来如果有一个特别大的机会或者诱惑在我们面前，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很坚定地把握住自己。他可能会有一些脾气秉性上的东西，但是这个是没有致命伤害的，你们可以磨合的。而一个人超出自己能力的欲望，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把你吞噬，这个其实是你最致命的一个东西。我觉得不仅仅是在你们的爱情里会产生间隙，更会伤害到你自己。合理的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欲望，平静平安平稳地往前走，这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。谢谢。来来来，伯鸿兄，男生有两个词，你认为哪一个词更应该给女生？一个叫小气，一个叫大气，哪个词给她？大气吧。对，小气应该给你。无论是男人女人，对过去的事情我们要学会翻篇，别人轻松你也轻松。男人有句话，错就是我的错，虽然我没错，为什么说我的错？因为我爱你，因为我珍惜你，这样一些问题就化解了。我倒还真不认为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到水火不容，通过这样的爱情长跑跑不到一条道上，并不是。关键问题，胸怀要大一些。好，谢谢伯鸿兄。于老师，刚才群姐也说了脾气不好改啊，但是呢从心理学角度来讲的话，我还得真告诉你一两个改脾气的好方法。我们先说脾气，为什么发脾气？因为第一，你的标准设置的比较高，别人做的很多事情不符合你的标准，于是你就发起了攻击行为，就是惩罚式的行为。但是别忘了，这种发脾气惩罚的不仅仅是别人，同时还有自己。随着你们时间交往的越来越长，你的耐心就会越来越少。你现在还咬着牙，应该这么讲哈，还是这个一种责任感的对他好，但是你现在都是一种被动对他好，不是发自内心的了，因为你的耐心越来越少了。所以在这点来讲的话，你不管跟谁谈恋爱，兄弟，这个都要改一改。还有，那我们说这个女生呢是一个热爱帮助别人的一个人，那在心理学角度来讲，我们可能称为叫一个利他心理。当然你不是特明显哈，就是利他心理的人呢，就是在他的顺序里面，自己和别人，他把别人放在首位，自己上的放在后面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。那但是有一点，一旦你的男朋友变成了你自己的人的时候，你就视他为自己。所以非常热情的利他主义者往往容易苛责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。所以那你要反思一下，就是在你这种顺序里面也要适当做一些调整。你不能以损害自己和自己身边人的利益来去帮别人，这个也是不对的啊。所以这是我给女生的一个提醒。那这样下来的话，两个人都有苛责，而且这种发展的趋势愈演愈烈。那如果按这个正常发展的话，两个人的性格是不适合在一起的，除非你们两个决心都愿意发自内心的我要变，而不是去苛责对方变，给对方一点时间，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。否则你觉得你改变不了了，那趁早离开，这是我的建议。好，谢谢于老师啊。毕总啊，这两个老人太危言耸听了啊。你们两个这对是我在爱宝里边近期最喜欢的一对。男孩呢特别打动我的就是，你看女朋友喜欢花钱吧，他会教育他管理他改变他，然后呢自己给爸爸借2万块钱迫不得已，心里呢还特别不好意思。哎，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少有这种
自强自立自知的这种感觉。那爸妈不是没钱，对吧？房子车子都准备了，有钱2万他都会觉得不好意思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女孩子也是啊，见了别人摔头破血流，冲过去就要救，甚至是见义勇为被冤枉，也没有改悔自己的性格初衷。我觉得更难得的是什么？我们经常说看到、知道和做到，这三个都很难。首先看到自己的缺点，第二呢认识到是自己的错，你第三个才能改变，才能做到。而女孩呢特别不容易啊，爱玩旅游，爱漂亮，买化妆品，但她为了你被教育以后，她竟然说我知道啊，我能改啊，你看我不是做到了吗？真的很少。那现在就差你了，对吧？你也看到你的脾气不好，那你还不知道，你不承认，对吧？老觉得我去打别人不是振振有词吗？对吧？因为他们冤枉你了。如果真这样我也信你了，那你跟服务员跟保安呢，那就不对了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完了，如果你再做到，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又有房有车，特别完美，祝福你们。厉总啊，小伙子这会儿乐了，我也喜欢他们这一对。就上来他们讲第一件事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喜欢，我觉得他有那个思考，他思考过这件事儿，咱打个120不就行了吗？110不就行了吗？咱叫人，他是女性那个冲动，不理智的冲动，但是都是挺善良的，没一个人说就手不管。但是往后越听，我越觉得，听了几位老师的综合分析之后，再看看对方，再观察观察，我觉得现在有点急了。所以下面我希望那一分钟你们能把自己心里最真实的东西，这个阶段对对方最真实的，别说好，我觉得要结婚的人要说的是不满，他哪儿不好，哪是我挺难接受的，或者我接受起来挺费劲的。你们要能用一分钟把对方的身上的这点东西真诚地说出来，我觉得你们的情感会进一大步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就是希望你以后脾气能好一点，你说的我这些问题我也会去改，我是希望以后跟你过一辈子的人，我是真的很想和你好好过日子，我希望你就是我说的话你能多听一些。刚才老师说的我脾气问题还有你也说了，然后以后我会尽力去改，然后以后咱们沟通的时候啊，咱也是直来直往，在生气之前把咱所有情绪先沟通出来，以后更好的解决问题，这样才能把日子过好。以后咱俩生活啊，就是节俭一些吧，这个尽量别大手大脚了，毕竟这个钱数额挺大的，好好过日子吧。谢谢两位的坦率，谢谢你们跟我们的分享，谢谢啊，请回请回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登龙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，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这段年轻人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。